好，各位学员大家好，我们今天来介绍一张命盘。对于这张命盘呢，有一些说法跟解释，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认识这张命盘。这张命盘呢是这个男命，男命非常重要。P 命盘呢，要知道男命或女命。不管如何啦，我们看排八字，第一件事就是要看他八字有没有带正官。天干没有带正官，所以啊，没有正当且稳定的工作。那再来就是看没有正官，那要看有没有七煞啊，也没有七煞，所以啊，也不会是自己创业当老板。所以这个呢的命盘就是一般的上班族。这是第一个格局。那再看一下呢，有没有财？八字有没有财？有，他八字有两个偏财。偏财呢，指喜欢做投资，或者是做生意，或者是呢这个管理大笔的钱财，这种人他的八字就是这样。那偏财太多了，有两个偏财，所以一个人做好几份工作，非常忙碌。再来，我们看一下一个人的八字呢，有分强格跟弱格。他是一个木头的人，所以他看起来应该是瘦瘦高高的。然后呢，生在秋天的月份，所以皮肤白皙，就秋天的木头，白白的，甚至是枯白或惨白，那这一种相所展现出来就是弱，身弱，身弱不代表他人很弱了，不是，而是呢他的气不足，所以呢可能讲话声音不会很大声，动作不会很大，给人家的感觉就是温文儒雅，很斯文的样子。那身弱者不得任财官，所以财跟官都没有。男命呢以财论妻，如果呢八字没有财，不是不会娶老婆，是不会疼老婆，不知道怎么爱老婆。再来呢，八字没有官，没有官的男生呢比较不容易呢找到理想的工作，当然呢也是不会从事正当的行业。这就是这张命盘的第一个部分的格局。再来，我们来看啊，每一个人呢，他其实都很在意的是人的一辈子要追求的东西。人一辈子在追求妻财子禄寿，妻就是结婚，我爱不爱我老婆，我老婆爱不爱我嘛，这是两件事哦。我爱老婆跟老婆爱我是两件事。财呢，就是我用什么方法赚钱，赚到的钱要放在哪里。子呢，就是我可以生几个小孩，小孩会不会听话。禄呢，禄就指我用什么方法稳定我的工作，这就叫做财禄。财跟禄是不一样的，财就是钱，包含财库。禄呢就表示我赚钱的方式，还有呢是在公家机关上班，还是呢公务人员，还是创业当老板，还是呢领薪水，就叫禄。寿呢是指健康状态，每个人都很重要，但是其实寿最重要，所以我们会先论寿，寿最重要。八字的人，他的八字是甲木，所以一定是头痛、头的问题、头部的疾病、肝胆方面的问题，这就是他的状况。那在 P 五行，五行木火土金水里面呢，缺的那一行是最严重的。他八字缺火，火呢通常指心脑血管疾病，所以他一定有心血管的问题。然后呢又伤到大脑，所以如果这个人这个不注意饮食啊，或者是呢情绪太过激动，可能哦会有脑中风跟脑溢血的情形，这是第一种情况。再来呢，八字土。土比较多，那土呢表示呢是一个人身体的肠胃功能，不是很喜欢吃甜，不然就是不喜欢吃甜，或者是他肚子很大，就是四肢很瘦，肚子很大，所以容易有糖尿病。现在他的病就有两个了，一个是糖尿病，一个是脑中风。这个两个是他的寿，那会在什么时候发生呢？他的天干之间出现 P 就是跟健康跟寿命有关系。所以呢，当他走到食神年的时候，特别注意例如说丙年，每次遇到这个丙年的时候，他都要注意身体健康的情形跟状况所以你自己回去看像今年是什么年？今年是癸卯年，再来甲辰年，再来乙巳年这都没有遇到，所以就没有问题，就没有事。但是往前推呢，他就可能呢，在每十年的时候遇到一次，因为糖尿病或者是脑血管的问题去住院或者是看医生。这是他的情形跟状况，这就是寿。那既然知道病在哪里啊，预防就好了。预防就好了。那再来看妻，妻就是指呢，他如果是男命，他应该很重视要不要娶老婆，会不会娶老婆。天看看八字没有正财，所以呢不会有正当的老婆。不然就是老婆跟他年纪差很多。
哦，我们说男生跟女生呢，差几岁，差七岁以上就要年纪差很多。哦，他像这样子八字的男生呢，他是属于阳格，所以他会找年纪比他小很多的女生，对他来说是有助的。哦，对他来说是有助的。那我们看呢，即便是阳格呢，他八字有一种叫做全阴盘，全阴盘或全阳盘，这种就是孤阴不生，孤阳不长，这样的现象就是很霸权。哦，很霸就是做事情很直接，很执着，这个不撞南墙不回头，或是不想改变，或是不容易改变。我们讲一句好听的叫折扇固执，讲难听的就是死性不改。哦，就是有这样子的现象。那通常呢，全阳格或全阴格的人呢，都会是在一方的霸主，是一方的领袖，因为呢，他可以断舍离嘛。哦，我的老婆不要了，财产不要了，小孩不要了。那官位不要了，挂换而去，他自然可以成就很大。哦，那这是运用好的状况。那我们还要再搭配他整个格局，但是他看起来是可以的，因为我财都不要了，那有什么东西可以怎么样？哦，那我们再看他自己个人本身是甲木生在生日，所以甲生日这个底下是金根金。哦，所以夫妻是相克的，他的每一段感情呢刻骨铭心，他的每一次的感情呢对他来说都痛苦不安。所以一个人呢，啊，八字在官煞在哪里，就重视在哪里。这个就是他的官煞，煞在这里，所以他最重视的就是他的这个夫妻。从32岁到48岁，这16年，他都为了这件事情在困扰。哦，所以他现在的这个年纪好像是65岁了，哦，64岁或65岁。哦，他已经度过这个，但是呢，这是他一辈子的课题，他还是会在这地方受困扰跟烦恼。所以在这边七没有。八字没有正财就是没有妻，哦，他可以有妾，可以有左搂右抱，但是呢，就是不会找到一个疼他的老婆，他找到爱他的一个女性，只能说哈，哦，玩玩而已，很风流。哦，这个是这张命盘的情况。那如果是这样子啊，妻，哦，就是有一个字，我们可以从天干的奇门遁甲里面借一个字，叫做己，这个叫正财。只要他的大脑里面呢产生这种天线，收到这种讯号，太太就会自动靠近他，他自己就会去照顾太太。你知道吗？八字带偏财的男生啊，就是呢回到家跟他的太太讲说：“哎，欸，老婆，你想要吃炒饭还是炒面？”老婆会说：“你喜欢就好，啊，你喜欢就好了，反正他说什么都对的。”一买回去之后买炒面，他老婆呢心里面就非常心情很难过，说：“哦。”我不是要吃炒饭，也不是要炒面，我是要你带我出去吃，你知道吗？但是不好意思讲出来，因为八字全阴全阳的人，另外一半都知道，讲半再多都没有用，讯号接收不到，这个就是一种破解的方法。哦，就是我在天干妈照一个局，大家有正财就破了，哦，就破了。当然了，这偏财有两颗，就是表示有两个嘛，左右不到底喜欢哪一个他不知道，所以还要把一个其中一个处理掉，把它盖住就没事。把这个奇门遁甲把它盖住，天干有两颗，哦，可以把这个七的问题解决。要看个人，因为有人就喜欢左龙宝，哦，就是花钱占杂旺，那就送了，欸。哦，这个每个人状况不同，就是自己看，自己看。再来就是财的部分，财就是钱财喽。你看哦，我们这个八字里面呢，没有出现正财，哦，没有出现正财呢，就是表示呢没有月收入7万以上的稳定工作，或是叫做稳定的现金流。那出现偏财，一个偏财代表是年收入100万，那两个就表示年收入200万，虽然说是赚大笔的钱，哦，那一样哦，财多者身弱，财太多了，花太多时间在追钱了，所以身体不会太健康，然后呢，气也不会太足，这就是被财吓到了，被钱吓到了。哦，那我们看他的财叫做入库，这个天干是土，地支是土，就叫财入库，所以这个财是真的财，哦，是这个叫做主，哦，这个地方叫做主。所以他祖产有德，祖业有德，就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哦，好几代留下来的钱都在他这里，哦，都在这里。那以地支来说，我们地支最怕六冲，地支最怕六冲。他遇到六冲，他刚好出现在一个辰时，这叫辰戌冲。当他出现这种冲局的时候呢，就表示败主业，哦，很简单，主业就没有了。再来看他的兄弟手足，他的兄弟手足，这是这个地方也代表他的父母亲，也代表他的兄弟手足，也是指他16岁到32岁的人生。这个地方，哦，也是叫父母宫，
他的父母工作的主业是平行的，所以爸爸妈妈跟阿公阿妈是做一样的工作，就是他的长辈两代以前都是一样的，都是很保守的，因为虚就是像狗一样住在家里面，然后呢保护家里面这个主产或主业，他的兄弟手足也是一样，但是呢遇到他这个出现这个辰时去对撞，所以呢主业也败，父母也败，所以这个三代再一代完结。那这怎么办？你一定问怎么办，就是要破解。老师，你说三代在他这一代完结，就完结嘿、在他什么时候？这一柱，49岁到64岁，那还会回来哦，回来就换这里吧，这边就变成65，加16，就72，三代一代结束，这里冲嘛，这里冲嘛，这里冲嘛，所以。这个地支逢六冲，到老一场空。即便他，你看他的八字非常非常漂亮，都是财。我们听到的财就是很有钱嘛，样子财大气粗，很棒，大家都很喜欢他。但这些财虽然入库了，可是全部都冲破了，没有合局。这样有破解吗？有破解，破解很难，破解很难。就是当他的爸爸妈妈都不在，然后呢，在特殊的流年里面就可以破解。好，例如说，像今年，今年是112年的卯年，这个卯呢可以对他的这个主产合助，但他自己本身的事业会消失，所以他今年哦就为他的事业，这个成就他的事业功，为他的事业功把钱花光光，所以他想要投资的产业，我想投资的东西啊，都叫做分离变数变化，而且呢这个地方是他的事业又在远方很远的地方，就是不是在他的身边。会发生的，他控制不到的，这个钱已经花了，来不及了。因为遇到害局之前、一定有什么，有六冲。遇到害局之前，一定有恩情，所以有害之前必有恩。当一个人走到害局的时候，就表示已经都没有了，才会遇到害局。冲都还有机会哦，冲就表示说，我想一下，还有几个月的时间让你沟通。害就是没有，马上做决断，是这样子。害就是变卦，所以在今年里面所做的全部决定，会在明年。这个113年，113年的2月4号开始全部翻盘，所以今年要非常非常的小心，是一个很可怕的一年，那特别是今年走正印，正印代表是母亲，代表掌上贵人，代表女性贵人，遇到害局，所以今年的掌上贵人出现状况，母亲出现状况，如果是投资，投资也容易失利。是这个气场，那你说那你要怎么办？怎么办就是要破解啊，什么怎么办？遇到的这个状况就是要破解，那你不管投资什么行业或投资什么状况，已经投资了没办法，只能靠烟供。那如果是还没有投资，还有踩刹车的机会，我们还可以从天上借一颗星叫情日甲来协助他破这个局，是这样子。那再来你看哦，怎么叫做破局？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流年啊，官煞非常重要。你一定要把官煞带在身边，一定要有官煞的这个心，所以要补一个官，补一个煞，补一个官。这个官呢，它的官是心，煞呢是艮。有人会问说，为什么要补一个煞？煞不是不好的吗？煞表示决断力，在他的八字里面呢，他出现这个 P 就表示非常聪明，然后呢，他的个性优柔寡断。当这个煞同时出现的时候呢，就是文采威风皆具足，他可以自己为自己的人生做决断，然后呢，也可以为他的责任，为他付出来的工作而负责任。所以这两个字呢，它是搭配在一起使用，非常非常的棒。那若是啊说，可是我就觉得我很顺啊，也没有怎么样啊，你会觉得说你的八字或者是你的工作里面呢，你少了一个什么控制权？在这张八字里面呢，什么叫控制权呢？控制权叫做正印。正印叫做控制权，这个字叫做控制权，就是突然间就觉得，我什么事情哦，盖章签签名可以啦，但是真的要做决定的时候没有办法做决定，因为这个叫做控制权正印。像他今年呢、今年这个魁就叫正印，所以他今年会突然觉得，哇，我好有控制权哦，哇，我爱怎么签名就怎么签名，我要怎么写都可以。对，没错，但是呢，遇到这个害局，所以钱全部都流出去了。是这样哦，所以这个流年对他是不好的流年，即便有在走运，
就是因为走运才花了这么多啦，就是在这走运才三代算一代，就是这样子哦。所以你看啊，这个控制权超重要的，所以你看这个正印也超重要。打一个印，打一个印，正印，打一个正印。那他 P 要合的 ？P 是现在目前在走运，哦，现在目前在走运。如果可以的话，这个 P 也要合。对，那这两个同时一起做，你要做正印的时候就把 P 合掉，嗯，就不会这么聪明掉出来。刚好没有火，对，刚好没有火，地支没有火，所以他地支，你会说哦，那我的主产这怎么办？地支再补一个字，地支要补一个五，就把他的主产绑住，然后夫妻宫这里再补个子，他的事业跟夫妻就连在一起，非常漂亮。那如果说你要结婚，他说哎，可是我好想结婚。我想要找一个稳定的对象，补一个四，这个四生合住，他就会听你的。那这个都有先决条件哦，上面这个才要先打，才有下面这个四，不然哦，你把合住，你可能把小三合住哦，黏住哦，那你不能离开哦。所以这个专业老师才不能做专业的事情。如果你有出现这些症状跟情形，刚好又被老师讲中，我们老师又协助你把它完成。按照顺序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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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破解，那自然而然你会得到你想要得到的结果。我们都希望什么？心想好事成，好财一样嘛，它是偏的，偏财。偏财就是大笔钱，就是喜欢投资，喜欢做生意。所以这个正财没有，有偏财是算 OK 啦，可以。子就是小孩的意思，难以官煞论子行，他天干没有官煞，所以可以说没有小孩，但是不一定啊，因为他的。太阳还会生小孩啊，对不对？所以看哦，这个地方虚拟无形丁，这里有心，虚拟无形这里有心，这里有庚壬戊，所以有煞，这里有官官煞，所以这个是女儿儿子，就有三个小孩，但是三个小孩都在看不到的地方，三个小孩就从这边看嘛，那小孩不在这样子，那有三个小孩。三个小孩不在身边，那就可能最大的可能，因为以前会避孕，之前会避孕，不一定确定嘛。就是女儿、儿子三个，很简单，看同门就可以知道。所以子二女一男，那以前批八字都这样，基本上只看儿子，不看女儿。官是女儿还是煞是？官是女儿，煞是儿子。那天干没有看见，所以就不会在身边。天干没有看见就不会在身边，有在的就会在身边，他就会在身边比较久。是这样，当然子女是债，生小孩都是债。你不用希望他还你钱的，不可能，一定是你在他身上花钱的，不然你干嘛生他？就这样子哦。那禄就很重要，禄是用什么来赚钱？就是叫禄神，假禄在寅，假的禄神在寅。所以啊，他是什么时候禄神？这一年111年的时候走到禄神位，寅年。所以他在这一年的时候，突然之间哦变得好有钱，突然之间能得到一笔钱。假如在你看他地支有没有寅？没有，地支没有，所以他地支没有入神。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可以判断他绝对不会是公文单位或在公家机关，不会因为没有入神嘛。那有可能哦，他在这一年的时候去参加公家机关的相对的竞标或者事业，什么选议员啊、选代表啊，都有可能在这一年的时候做决定，因为这一年在寅嘛。然后要知道，寅跟这个生相冲，所以要选上了之后，太太就完了，对不对？选上，或是去选做这个动作，夫妻就分了。因为禄神跟他夫妻宫对冲，那也可以说啊，禄神跟夫妻宫对冲，也表示他的太太跟他本身就是南辕北辙，完全个性不一样。这个就是天生的，就天生。所以这张命盘的重点，第一是这里财不破了。然后这个叫外主业，再来夫妻宫是相克的格局，然后呢又冲到他的禄神，所以他工作如果要稳定，一定要破，什么七顿一定要破，然后家里的阳宅要处理，因为有这样的命牌，一定有这样的阳宅。像你看老八字如果出现虚虚两个人在这个的，他一定是住那种双拼超级大的房子，房子超大间，哦，很大很大间，然后呢人歪背往前面有个门，后面有个门，甚至门还开两个门。就是徐徐的命盘的人，一定喜欢住那房超级大间，然后呢开两个洞。你看徐就是狗嘛，我写一个字给你看，看完你就可能会有印象。徐是不是徐等于狗？犬，
啊，开两个门是怎样？那、怎么会顺呢？问号，一定不会顺的。这个，这就是命盘，所以这个是可以破解的。哦，这是可以破解。我们讲得出来，就知道有破解的方法。那这个寿就没办法，要看医生。哦，这个算命就可以，算命就可以算到你有什么样的疾病，但是没办法算命，你要怎么治疗？治疗还是要看医生。所以啊，我们说这样子嘛，先生缘主人福啊，主人要有福气才看到适合你的医生啊。那算命的过程就是，我马上告诉你可能发生的结果，哦，以果觉醒嘛。我告诉你可能会有糖尿病，可能会脑中风，有心血管疾病，那你就朝这个方向去做健康检查，去照顾自己的身体。那如果你现在已经是腰粗、肚子大，然后手脚细细的，那就特别注意是糖尿病的问题，那就血糖要控制啊，因为这些东西都有药可以医，最怕怎么样？无药可救，哦，最怕是这样。所以一张命盘呢，批完之后就是基本上。命也可以开药方，然后呢，寿也可以开药方，就七彩植物寿，这每一项都有每一项的解方。那我们的解方是：第一，从奇门遁甲做，从你原生的命盘中做破解；第二，从你家里面住宅的方向做破解；第三呢，去从天上打开你的天宫福德宫，然后求天赦日祈福期，求三官大帝来协助你解厄制化，用这样的方式帮你破解。那这个都是透过老师啊，哦，你自己要做，可能方法还不知道在哪里，也不一定做到正确的方式。那我们老师呢，会用正确的步骤，然后呢，一步一脚印的帮你达到你心中最美满的结果，这叫心想好事成，那自然就走运啦。好，希望以上的这个内容呢，对我们有帮助，谢谢，我是吴老师。